about to complete at the end of this lap. 大家好，我是 Pluto 莫子乐。今年第一次嚟澳門格蘭賽大賽車，真係做一個車手，想試下公路先去酒店。咁其實冇人做過嘅，亦都因為今年同天然者嘅合作，有做開電競嘅活動。八部機喺澳門度咧，逐個上貨車就上到酒店，亦都安排埋俾阿歐陽陽氣，真係好開心嘅。就令到佢都有得一齊練習，一齊去早啲有個 simulator 去準備咯。我哋以模擬同 simulator 嘅感覺為出身嘅自己嘅狀態嘅開始，所以有呢一個準備都幫咗我哋唔少。叫 Jason 啦，莫子云。咁就今次就第一次嚟落澳门嘅，咁就你要多谢挑战者佢嘅支持啦，即系佢信任咗我哋。好似我经验相对地少咧，第一次落澳门，其实翻到嚟已经系当赢噶啦。可以嘅话，咁嘅希望你一齐喺前列翻嚟上到颁奖台，咁就最好啦。